大家好，这边的话就是贵州贵阳青岩古镇。现在的话晚上7点钟了，到这个古镇里面拍一点夜景。哇，这个小巷里面的房子挺老的。赵庄园街，这个青岩古镇出过庄园，好像是在清朝的时候吧。赵玉琼庄园啊，哇，真的出了个庄园。这个庄园的话，好像是清朝的事。庄园故居啊，不知道是文庄园还是武庄园呢。这个青岩古镇的话是贵州的四大古镇之一嘛，但是游客的话还是很一般嘛。这里游客真的不算多啊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现在7点多钟的话，连很多店门都开始关了。这边是一个古城墙门。这两个上到城墙上去。这里还有两门炮啊。
8点钟都还没有，很多店门都关了，你看一下。哇，那边那么多人晚上在那边烧那个纸。这边的话就是一个那个自驾车营地，旁边是一个高速公路路口。自驾游营地的，这营地建得不错，可惜的话就是我一部车。今天晚上的话，我就在这边露营。这个自驾游营地啊，自驾车营地的话，就我一部车在这边，你看一下。然后后面是山啊，然后那边就是个高速公路路口，还是比较安静的。